歌叫做 New Arrival， 就是哎刚刚好像新到的新来的意思。对，那这歌其实是拉丁爵士音乐里面呢非常经典的，从80年代以后一直有人在演奏的一个曲目，那成为一个我们就是喜欢拉丁爵士的人都很想要演奏的。那我也很开心，就是我曾经遇过这位作者，这位作者叫做 Hilton Ruiz， 他从波多黎各来的一位音乐家。那他长不高，我觉得就不高，可是他整个音乐就是哇，跟个小巨人一样。那他在拉丁音乐界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尊敬，他叫 Hilton Ruiz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演奏这首 New Arrival。 那这首歌也是一样，拉丁跟爵士就是同时都来，然后有非常非常充沛的这种音乐的能量，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哦，找找看，拉丁的时候一跟三，然后 swing 摇摆爵士的时候是二跟四，大家听看。
歌好像很多很多事情在发生，有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一块一块的，然后不同的音乐啊，不同的节奏，不同的和声，所以就是非常有趣哦。所以其实这些和声的很多概念就是从欧洲的古典音乐来，可是节奏呢却是从非洲或是南美洲的这些精神，然后把它混合在一起，就大家现在大家听到这些音乐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让我们的长笛手 Jenny 休息一下。对，那我们会来演奏一首就是四重奏的版本，那演奏一首呢蓝调，一首 Blues，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